这个火场呢发生在大概十点多的时候发生之后呢，那第一时间呢、啊、在这整个巷子里面呢、啊，15-16呢，它是一个塑胶的一个公司。哦，那13的话，它本身是做一个冷冻的工厂。哦，那目前火势已经受到控制。哦，那因为它的里面第一这个15-16它是塑胶成型厂，所以火势一燃烧之后，没有火势很猛烈，哦，造成大量的一个火势。那我们到的时候没有全面封堵。哦，那目前临近的4个工厂，哦，全部未波及，只有他们3家联动在一起的，哦，要波及。那整个烧毁面积，我们初步啊。哦，就在2-300平方公尺左右，2-300平方公尺。那屋主表示，那这个厂房都不大，哦，那主要的话呢，是因为它放太多的塑胶成品。那刚我们有检视一下，确实塑胶成品相当的多。哦，那目前临近的4家工厂，哦，完全会波及。哦，那在预计啊，我们大概在1点钟左右可以将火势扑灭，目前火势已经控制了。对，那没有人啊。哦，那因为是下班时间，哦，那厂方有表示有没有？没有人员在现场，没有人员在，我在屋内现场。没有危险物品，没有没有，确定是没有。哦，刚刚我们会问第一批知道的同仁，还有其他同仁哦，确定是里面没有危险物品。哦，整个那个只是它的火灾量相当高，火灾量相当高。那目前出了8线水线在前面支撑，那动员人数大概100人左右。哦，各式车辆30几部。